今天我可是特别激动，特别期待，现在还有点嗨。常在想人生中有几次最幸福的时刻呢？第一个是想到公司发放奖金的那个月吧。啊，不对啊，今天还有今天啊，今天有我最喜欢的家人，我最亲密的朋友，还有我的好同事，还有我的另外一半，都相聚一堂。我为什么哭？身边都是我喜欢的人，咋样？还有挺难的。而大家都希望得到幸福，但幸福的背后有着许多无私的人的帮助。在今天，我想借此机会感谢那些帮助我的人。首先一定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咪，从小就用爱包容我，用你们的辛苦钱抚养我长大，并利用休假的时间带我出去玩，让我体验不同的文化和风情，让我成为一个会用爱包容且理解他人的人。我的岳父岳母，那谢谢你们用心栽培，然后把这么好的一个女儿教得这么棒，然后交给我，那我们也不会辜负你们的期待，这样子。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，一直以来对我的疼爱，还培养出一个乐观积极且会带给我快乐的中线。遇到你，我才学会对人生中许多事情不用太过执着。所有生气难过的事情，经过你，我都会变成幽默的小事情。掌声欢迎。好喝好，幸福饱饱，谢谢你们。